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述而篇第十六章。子曰：家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这一篇难讲的地方很多，现今在研究集市才知道，从前只研究一种注解是不可以的啊。那么这个雪儒老人讲啊，这一篇啊很难讲的地方很多啊。那么研究集市之后才知道，以前啊只研究一种注解啊，那是不可以的啊，那个出入很大。看书看本文我们看不懂，看注更看不懂。那么看经书看本文我们看不懂，看注解那就更看不懂。诸子注解的大病在于改经，句法及字都改啊，这个啊是很大的毛病。如今的风俗就是看不起古人，想要自己创造，其实是没有创造，而是抛弃自己的古圣文化，去取西洋的旧文化，以为是新的东西啊。那么这个是现代我们中国人啊就是这样的啊，这个自己的圣贤文化不要了啊，去采取西洋的旧文化啊，以为啊是新的。孔子尚且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不敢创造。今人只看十本八本就想改圣人的书，那么这是现代人啊，啊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了。现今看到经文的句法都是宋以后的句法，从前不用标点，有了标点更糟。那这个标点啊点的不对，那意思就不一样了，那就更糟糕了。子曰：家我数年，五十以学艺，可以无大过矣。孔子云啊，孔子讲啊，家我数年，给我多活几年。若是孔子年轻，何须这么说家我数年？你们年轻人不能这么说啊，吾还可以说，吾昔日二十岁以前，十三经都念完了，诗书礼左传。孔子以前就有五经，但是没有四书。现今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尔雅都列为经，孟子还在孔子之后。吾十五岁就学易经，那这一章经文孔子说五十以学易，孔子五十岁以前还没有学过易经吗？吾没到五十岁就已经学易经了，吾岂不是高过于孔子？那孔子的学问岂不是太糟了？所以这个讲法讲不通啊，所以这个要注解，这样的注解是注解不通的啊。比如孔子五十岁了，但还没有学过易经，那这个雪儒老人讲啊，他十五岁都已经学易经了，那怎么孔子怎么可能他到了五十岁还没有学过易经呢啊？所以这种讲法是讲不通的。孔子六十一岁做周易十易，这张经文诸子读不通，改五十为主啊，以为是家我数年足以学易啊，那么把这个五十改掉了，改足这个字啊，五十以学易啊，那么诸子给他改五十改掉，改足以学易啊，多教我活几年，我要学易经啊，那这是改经的大毛病。秦经平易怀疑五十为五的误啊，就是这个啊抄错字了啊，这是一种看法。
又有人说孔子四十七八岁时学易，孔子四十七八岁才学易经。又有人说加我数年五十也已学易、啊、这个易通易、啊、这个易可这个易，多加我几年我再多学，这样也可以无大过了。这章各注纷纭，各种注解啊，说法不一样，都没有结论，无如何讲法。这个写入老人讲啊，注解都没有结论，那我怎么讲呢？吾没有见过伦理的言书，你们所读的书也不多，万万不可以西洋的书来改中国的书，希望你们自爱守规矩，不可以妄作聪明。如今这种毛病比从前更甚过了，你们没有成朱王传山的学问，他们尚且有过，何况是你们。周易六十四卦唯有牵卦是六爻皆吉，乾卦六爻皆阳，刚到极点是亢龙有悔，悔才能无咎、啊、要时时忏悔，反而不如坤卦柔可以生刚，如牙先落而死美存。这一章一注解讲不通，所以有人改家为甲，改义为义，这也说不通。有人说五十是死，丝草五十根，所以学易经必须五十岁，因为五十是大言之数。但是孔子学易经哪里是学蛇丝草，所以这也讲不下去啊。这个卜筮啊，卜卦的啊，要用这个蛇丝草，那么五十啊啊，这个是大言之数，这个是啊，又有人这么说了，那这个也是讲不下去的。那么以上啊，写如老人指出各种说法都很难讲得通。无灵机一动啊，那无就是写入老人了、啊、他自己啊忽然啊有灵感了。加我数年五十已学易，这个或者五年或者十年已学易、啊、看到拱元界的十三经克难说，先儒既斗未明，当五一斗十一斗啊，就是五啊，这个一个斗点啊，就是五十啊，那不是五十合起来的啊，这个言呢或五或十啊，就是再给我五年或者十年啊，以所加年言啊，这个写如老人讲啊，无依从这个注解，他说我依照这个注解，加我数年啊，就是五年啊或者十年，那不必说是多大年纪时说这个这句话啊，意思是说或者再学五年易经，或者再学十年的易经，我就可以无大过了，无依从此注。那么写入老人讲啊，他依照拱元界这个注解，那比较讲得通了，但是也不敢肯定一定对啊。那个写入老人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。那么我们依照写入老人，写入老人依照拱元界啊这个读法啊，这个综合各种注解啊，他这样讲法是比较可以讲得通，但是写入老人呢、啊，还是啊不敢很肯定。但是这样的讲法是，依这样的注解是比较顺的。好，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此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